明星的特殊技能你能做到吗？王彦霖的独门绝技点门槛曾打败娱乐圈很多人。而到了吴奇隆这里，轻轻松松就做到了。就这是一只脚对不对？这是一只脚对不对？完了，这不是一只脚吗？给王彦霖都整懵了，蔡徐坤一秒进被窝的动作惊呆众人。小伙子腰腹真不错。小婵怀疑你在家是不是也都这样啊？你能想到宋亚轩的才艺是什么吗？就长十个吧，像这种才艺，你是觉得别人能看见吗？你以为是人人都会的吗？不会吧，我是不会的。我也不会隔着窝唱歌，也就宋亚轩能做出来了，而陈赫打起歌来连外国人都佩服。新歌演唱会上 IU 有一段清水音，不要怀疑，这就是 IU 发出来的声音。刘宪华的鼻孔会比心，这技能真的绝绝子啊！我这里有总共三个爱心哦。哦，他的鼻孔，鼻孔也是爱心，爱心有小的，还有大的。如果我超级爱一个人，我可以小的、大的，大的。而女儿的徒手开酒瓶，帅气十足。这年头，没有特殊技能都不敢去当明星了。